奈斯的，我往上拉。超新准备。没拿到哎、欸，没拿到那个。哇，我刚刚看好像也没有。200等啦！嗯，失踪大师的成就，恭喜呀、啊！我好宅呀、啊！想想，如果1等是1个小时的话，哇！钢龙的力战吗？你怎么会没有？有应该也是两人吧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好吧，然后我想打钢龙，顺便可以刷古龙的那个名机缘。我看看嘛。查一颗。只有两个奖励。好，那算了。对啊。4个人，3猫。话说刚才打阎王都没有捡到足迹。啊！我们一开场就打啊，他没有拉，没有拉走。我有让他走啊，进洞哎、欸。哦，有 ，OK。你先回去，制造一点。他现在要打什么？钢龙还是你的钢龙？我没有钢龙力战啊，不然打一般的钢龙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啊、一般的钢龙不行。啊，两个奖励的你不要吗？哦、啊，那可以啊，那就打两个奖励的。啊，你刚刚不是说算了？是不是觉得很香？普通。不是。那到底要不要？目前的需求不是奖励，是为了要他掉的明晶人。我打钢龙只是想要他捡他足迹升一下我的那个 max 而已。哼，那不用打。要打灵晶原石，那我换另外一个啊。哦，好啊，有哪个可以？反正就是奖励也要高的嘛。要力战古龙才行。嗯，奖励不一定吧，因为奖励都是那个啊，珠子。对啊。跟灵晶原石没关系。哦。就是顺便刷的啦。好，不然就都可以。嗯，好啦，那钢龙吧，顺便帮你，好，帮你的计划，我们这计划拖了2天，钢龙就靠你们了，跟我约了2天在喷水池下，被气死，哎、欸，我没接到吗？就不会进来麦当劳看一下吗？不会啊。重点是你在麦当劳还没看到我，还在那边喝东西看滑手机。我很认真滑手机看你有没有开台，好不好？拜托。我这还在现实动态说人呢，然后摆出那个手说那种 what the fuck 的手。贴着问号。我没有看到任务，我还没接。因为我刚刚差点接到上位的五个紫色奖励的钢龙，那个我舍不得删，舍不得五个奖励耶，紫色的呢，上位呢。哎呀，没人请吃票。我的票已经快没了，就用光啊！我现在好想赶快用光哦，500多个。难，我从来没有超过300个。哎、欸，你也很猛了啊！我当时就是，怎么讲？真的是很无聊。那时候开始玩贼奴的时候，就是速刷1分多钟一场，好刷刷。嗯，刷好好。猫好，就是你了。猫的解体术大，
灵晶原石就在这里了。到了，靠腰。干，真的假的？挖不到啦。你可能挖的不够接近膀胱的位置。OK。把它解剖，猫的解剖术。看你们疯了！哎呦，我们哎，三个四个，哎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哎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哇，越凑一桌哎！好的，可壮。好的，好。靠，捡石头啦！我抓不到他！哦，抓抓抓抓抓！我被撞下来。啊，我觉得，我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抓到他？不动一压，转身一压。没有，我是爪子抓不到他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对。Sorry 啦，快点，把石头。我被挤一下。留在哪里？我就想在土里。哇！什么鬼地方啊？龙卷风会跑啊！你完蛋啦！啊，头好硬哦！哦，感谢 Nice。到底为什么会有100伤害啊？戳到哪里了啊？你该晕了哦。我是觉得是打到眼睛，你怎么想？我还没打到我100。从打到脸的一个地方有100伤害，那可能就是木珠了。芭蕉，加芭蕉，我先。那天打钢龙也是，我昨天打钢龙不是我骑上去之后就狂输出就狂晕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好重的。成为一个可怜冲枪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被风吹啦，他倒啦，跳舞跳起来。欸、打的就三八哎、欸，不，还算是倒。又倒啦。啊，差一点点！哇，奈斯还在上面转呢，好强、啊！我刚转到被他甩下来。哎、欸，啊！那风还会自己扩大、啊？他会走，他会转，他会移动。爱情也是这样。爱情来得太快。哦，你看还会受到伤害。一次又一次，黄了黄了，这有100呀，100哪里来的？哇，106对不对？对啊，有106。你在吓我啊？我换片手剑了哦，我换片手剑了，而且我刚刚其实没有补水。哎、欸，真去。
我一直是 OON 的状态在补你们。你懂 OON 吗？我懂。我 OON 了两场。两场是不是？那你上一场还能补，真的蛮屌的。上一场不用补啊。哦，也是啦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雨天会有奇灭族，把它拿起来。雨天会有那个特殊衣装奇灭族，不是奇灭族啦，从龙族。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海边也有啊，然后那个拍拍那四只猫的地方也有一只。我都还没拍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你看一下，如果你都没拍，你地图上应该会有个那个两只猫，然后一个圆圈圈的图案。走吧。只猫圆圈圈，没有啊，没有两只猫圆圈圈，我的也没有哎、欸，那就没有，是那个吧，有啊，哎、欸，友情度不够，怎么了？叫什么？不是我在看，我在看书，我们两个快死了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比刚龙能打好多，而且你还两个奖励的，怎么那么强啊？啊，我集体树没了，对不对？难怪会播不到灵晶原石，我集体树没了。黄。那种蜜虫回来不能算广域化，我就可以狂吸一把了、欸。哎呀！哎呀，躺得不错。这要他去撞墙，赶紧打。是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撑伞猫咪。哇！来软脸啦！
你们现在打还会有一百吗？超中。我们其实平打这支平均值在35哎。哎，怎么是石头？太 wind 了！我的天！哎呀！我躺下，我躺下。好，你躺好，躺好，躺好，躺好。还是我带错啊！他是怕雷，我还带水。啊，终于快死！哇，快挂！可是头还没爆哎，好烦啊！我都硬了。要导虫射一射，我会按哪？想要补装宝。按 R 绿肉他，别跑啊！好，没了。但是火龙那边吗？他的窝？那种忘记、欸，真的好久没让他回家了。那是火龙啊，我觉得。还是不去啊？他越飞越高了，应该是火。他就飞到五区就停了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我也在想说飞五区，我在观察。的高度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了，越来越高了。18、17、16、17，直播16，哎，停了，停了，哎，这是里面吧？这是我们这里吧？应该是里面，
十七。火龙草。十七。十七。十七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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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两个唱的歌是不一样的，朋友。好，请动手，动手。给你抱，是，就是不给你抱，真的不抱哎、欸，好硬哦、喔，跟岩飞一样。看来，我都装破坏王了。哎呦哎、欸，挖到钢脚了，好爽！是挖五个。啊。大宝玉，哇，这个草也没有飞龙的蛋可以捡、欸、被钢龙吃完了。有啊，我看钢龙蛋、欸，你钢龙蛋、啊，火龙蛋、欸我不能捡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哈，被你吃完了，哦，被我吃完了，安安。有一颗，耶、yeah ！我没有。铁臂回避，想要铁臂回溯，还有下一跳。我也差点说成回溯。耶、yeah ，刚龙蛮疼。好了，剩下一堆斩龙。什么战龙？我要打，我需要巨魔力战斩龙的素材。可斩龙，斩龙，斩龙。斩龙是哪里啊？瘴气哦。我们要不要现在打那个啊？活动有一要讨伐一只冰咒龙。来啊！啊好，跟永霜冻土一样，永霜冻土自己去打那个啦。我打草啊。对啊，去打草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要一个御医票哎、欸，那陪我搬个。你还有什么？一次讲完。那个御医票而已啊。御医票是哪一个啊？要搬东西。四星的自由。哦，是自由、啊，那算了，那不用，我也是活动。啊？是不打、啊？啊？啊？那不然你们帮我搬好了。是要飞几号搬呢？五号啊。五号。上我烧鸟的头，搬票。哦，烧鸟头真的很好用，搬东西专用。我直接带了采集装，采集装里面有那件烧鸟头。哎呦，装备效果啦。再加上自己有耐寒，我可以直接往前冲。搬运达人，然后你再来一个
杜早，适应生息。热饮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看到一个不该看到的东西。看到了名为“风飘龙小金”的图示、啊、不重要。风飘龙就算，如果是双翼风飘龙，对啊，如果是双翼风飘龙，我就会跟你讲说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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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他。可是风飘龙这种辣子地科，哦哦，风飘不要。你不要在这里，你看我当、啊，那是我的石头。啊！不要，米兹给他啊！白痴 啊！我按到脱衣服啦！我帮你们驱离他了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的衣服脱掉了。我在跑，我在跑。好好好，哟呼！两颗就好了，我在旁边保护你们。你可以多放，你可以多拿几颗啊，可以变换金道具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是吧？那我也冲啊！因为之前无聊就是搬这些赚钱，但发现好没有效益。哎、欸，奈斯怎么掉？哎哎哎哎！我跑着跑着，我没看奈女，然后啊，掉了！哎，奇面受残猪，受残受残有点多。我的体力要没了，我体力回来了，我想不要。哎、欸，那是不搬了。他也想渔翁一下。平时都不工作的，都是靠导虫工作，怎么突然觉得搬东西好累？都是让别人当劳力，自己当劳力的时候就好累哦，好累哦。交货。好，我要等一下弟弟吗？我等你哦，等你哦，等你。好热呀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他看着讲好累了。好热，好热。他们在看我。哦。我要跳舞了。谢谢。哇，感动的奈斯，一只手爬藤蔓，那到底怎么爬的？